不是，您这是什么话呀？感冒一次就失去味觉了吗？这也太离谱了！万先生，像您这样味觉和嗅觉都出现问题的情况，具体的诱因，现在我们还说不准。你什么叫说不准呢？大夫，我可是个厨师。 我要失去了味觉，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我求求您，您一定要帮我治好啊！我还要回去工作呢。我们只能先做一些测试，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。您最近脑部有没有受到什么外伤？如果是神经损伤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不会吧？我就是磕了一下，没有那么严重。 怎么什么味道也没有啊？怎么什么味道也没有啊？怎么什么味道也没有啊？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什么味道都没有啊？ 没有任何味道。